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夫妻房车记。今儿是我们踏上旅程的第一天，对，我们要出发了，大部队要出发了。刚回家把所有东西都拿了，然后老妈又给了我们好多东西，肉啊、水果呀，然后路上吃的，生怕我们饿着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先去遵义。现在呢已经是中午12:30了，这个半仙他们已经把针打完了，然后呢我们也从家里边回来了，也跟妈妈告别了，然后现在肉肉先收拾一下房车，收拾好了之后我们就出发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咱们现在出发。2.5个月了，这回来好快啊，这时间过的时间如梭。着车，咱出发。能进，出发了，开不开心？刚刚一直盯在房车的窗外看，看得可得劲了。哎呀，终于出发喽，好开心呀！肉哥，为什么我觉得好开心呀？因为我们在这边待了太久了，憋的。过来看看这边这个服务区有没有水，哎我去，这服务区没水，此服务区没水，只能是加个油继续去下一个服务区看看，每个服务区都逛一逛。油表跑得快红线了，老人加了300多块钱了，还在加，心痛的感觉，是心痛吗？到服务区就各种找水，看看这边有没有水。赶脚这边应该是有水，但是我的赶脚错了，没有水，没有水，有点尴尬。免费加水点，接着下一个服务区。只能是一个服务区一个服务区找了。到达开阳服务区，咱们现在是肉肉夫妻找水记啊，各种找水，加水的也没有啊，免费加水在这儿找着了，看看这边有没有水啊，来看看，见证时刻的奇迹。怎么总感觉到像是没有水的样子？我去，这个好像是坏的，拧不动。这边这个好像是好的，看看有没有水。然后冬天加水的司机比较少。我晕，依然是没有水。这个一个服务区一个服务区的找。看看这个服务区有没有水，这个地方支了一片湿的，看看在这个地方会不会有水。来吧，看这地上都是湿的，应该有水，来给一个，哎呦，可以，看看这个水质怎么样，看完全没有杂质，自来水 OK 搞定，加水喽，拿出我们的管子加水。加水之前我先把我们这个水箱里边的废水都先放了，因为那个水很久很久了，来插上，这一头插进去又不够，得拿个纸巾堵一堵，拿
张纸赌一赌。喂喂喂喂喂喂，应该可以了，走着。好了，车里边的已经加满了，再把我这个桶里边的水也换了，这个桶里边水也囤了有两个月了，给它换掉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接着出发了。哎呀，满了，这下咱们家大白是满水满电满油的状态了，走着，出发出发，前往今天的目的地去。喜欢肉肉夫妻的话点关注，强烈推荐评论转发。到了虾子，这边是产辣椒的地方，所以说我们过来呢主要就是为了给大家找好吃的，嘿嘿，好久好久没来这儿了，这边有超级好吃的虾子羊肉粉，我特别爱吃，上次来这边天天吃，吃了三天啊。中国辣椒城，好，我们今天就把车停到这儿了，这有个小广场，以前我是把车停到这边开进去啊，里边，但是现在里边不让去了，全部都拦起来了，所以咱们就只能是把车停到这边了，之前我是把车停到那边，那边有个垃圾桶那边，然后朋友呢给我介绍了一个这边做贵州土特产的朋友，然后我明天去他那儿看看，然后给大家挑挑货源。把车停好了，咱们把这个踏板啊这些冲一冲。哎呀，开水。打扫一下卫生，好久没有打扫卫生了。哎，冲一冲，踏板脏死了。这边天气还挺好，出太阳了。擦一擦，这边全是灰，看到没？这边全是灰呀！那些从海南带回来的椰子已经砍开了。给肉肉拿进去，肉，来。啥时候得的？嗯。啥时候得的？旁边就有椰子树啊，你从树上摘下来的。这半仙车上的。有没有吸管啊？我们家。上次叫你留的吸管，你说是紫的，你说就割了。那咋喝呢？他们在砍椰子啊。对啊。这孩子。咱们家还真有吸管，就是那个榨汁机的那个啊，你先喝口看坏没，可以了吧？可以，可以的，可以的就行。太冰了，哎呀，把这个擦一擦，给它收起来，干不完的活儿。有事情就
还有椰肉。这个棒棒很好嘞，因为这个不是那种硬的嘛，我在里面可以刮椰肉。嘿嘿，可以边吃边刮。可以。好吃，搞笑不？搞笑。给我们家的这个帘子给挂上，这样就不用一会儿开门一会儿关门了，然后还能保暖。真搞笑。哎，小狼炸毛了，炸毛了。你是在哪儿弄了满头静电？我去，满头静电。好，我们最终决定还是去镇上看看有啥吃的。这边瞎子镇的话，我其实都还没有好好的逛过，我大概知道在哪个位置。今天就开我们家大白，我们家大白作为通勤车走，然后半下的车就停在这儿。走吧，上车。